都差不多。高将他是我弟弟。我们家有三个小孩，我是高家岳，高家阳，高家凯，岳阳凯，很好记。他并不是我爸爸妈妈亲生的小孩，可是他却是最孝顺的那一个。他什么都很好，家里每一件家事都想着做，最听话，最不让爸爸妈妈担心。小时候其实我很想学他，可是再怎么学也学不会，我还会吃他的醋。他这个人很奇怪，不管做什么事都特别快。他读书很快，只要看一下下考试就可以考嘛。拔马子也很快，他一下就认识秀玲，追到一个这么漂亮的。生小孩更快，他跟秀玲还没有结婚就有了陈勇。就搞了。想不到他离开也很快，还来不及跟他说再见就走了。我一直以为我是这个家最漂配的，但想不到他比我更漂配。走得有点帅，其实我很想跟他说谢谢他，很想跟他说就是谢他为我们这个家付出的一切。高兰，辛苦你，谢谢你所做的一切，以后不会再累了，好好休息。